嘉玲和陈坤主演的《过界》勇闯戛纳一种关注竞赛单元后，成功在首映礼上博得满堂彩，不仅观众起立鼓掌长达十分钟，中外影评人也都对刘嘉玲的无痕演出给予超高评价，让《过界》夺奖的可能性大增。法国当地时间5月20日，《过界》剧组就为获得国际影坛认可提前举杯庆祝，导演刘蕴文与陈坤、刘嘉玲自然悉数现身，而为太太捧场的梁朝伟曾四度入围戛纳影帝角逐，并以《花样年华》成功登上领奖台，在戛纳可谓是久负盛名。为避免抢了主角的风头，他只得全程保持低调，甚至退居二线，躲在陈坤后方，众人碰杯时也挂着招牌微笑一动不动。眼看刘嘉玲举着酒杯满场飞，着实是为太太甘当绿叶的好老公典范。